可以可以可以。最近啊，一个礼拜之内吧，有三个人跟我同时跟我同时同推荐了你一个人。一个哦，谁呀、啊？哎，哎啥呀？我哎，咱原来这个机器有这个套吗？原来这柜有这帘吗？柜有吧？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就感觉这几个帘子就很突兀，感觉像是长辈家对袖子勾一个。我大姑要是看见这些个摄像机没有套，那都老闹心了，我家就得直。而且都可华丽了，蕾丝的什么，铺一个帘吧，再铺一个帘保护那个帘。今天嘉宾雪琴比较熟悉，是啦，是你的好哥哥吗？是啦，是我的好大哥，他上一次就要来完也没来上，太忙了。演出啊，巡演呐、啊，音乐节呀、啊，你看过他的现场是不？我看过。大学的时候，大学时候第一次领略，完了底下全是穿着他们那样式的，手绢儿、手绢、扇子，完了系手上，对那种对，反正挺嗨，很嗨。别的不说啊，我就不评价他那个各项事业的发展了，就伴幼这一块，伴幼，伴肉这一块确实是这个，真吃过吗？吃过，常吃。你俩老乡，纯老乡吗？是。我就指着确实齐哈尔拌肉是好吃的、就指着今天这一顿饭了。但是今天龙哥要求我们在一个没说是谁，没有吗？他们会有预告的、都知道是谁。那行，那我们公布一下，那我们今天嘉宾就是梁龙。龙哥今天要求我们俩在那个一个市场里见面。你家那边肯定有，我们那边就五爱市场嘛，类似什么地下，对，地下，对，那种就叫床子、他们那个全是床子，你家几个床子，我家几个床子，就在那种地方见面，走吧。这是雪琴吗？这不是他风格啊！我的妈呀，龙哥没认出来呀？为啥没认出来呀？龙哥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不是你这个时尚范儿。我怎么了现在？那个手机带了吗？一会儿照你。带了，带了。我看一眼。你等我看看，换一换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是不是每次见我面之前先把它换？没有，你看。啊，刚才车上鼓捣半天，整这个。完了吧，被暴露了吧？走吧。逛啥呀？今天属于是说。就是撞着合适的、好玩的，咱就试一下。行。这里能有你那个风格的吗？我就属于这个地方。你这小花确实精心搭配的啊，今天精心的，精心的。这不见你俩，我就捯饬捯饬。路人笑了，刚才路人都大姐精心搭配的。就啥人好搭？是瘦点，像毛毛这种肯定好搭。咱俩这种，我也好。这我怎么就不好搭了？好搭好搭好搭。我觉得这黄的还行啊。他有大号的吗？不小。哦，不小不小。这百分之百不。哎呦，他就是看，哎哎，烦人。哇，那个还没有，那个没有大号是吧？不是，说错，我说错话了，说错话，我说你一脚，我说错话，那能翻？我说我想试试这个。哎，哥别动、哎，你就站这儿，你跟他家模特不就融为一体吗？你像不像？本来就是这家的模特，是不是？很像，花色是不是还行？行，像长在你身上，挺像你演出服，挺像吗？能上台了，行。这个我老都不穿了，这个呢？不喜庆，哎，这行啊！其实这个挺有设计感。这行啊，这我们仨一人一件呢。我没问题啊，它还有不同款式。哎，这样这也行，这个也好。哎，这谁发现？这可以啊，毛老师，这设计感确实可以。这行，这一样的，这俩一样是吧？这俩一样。你起开，我照照镜子。哎呀妈，我还挡着你了。我们仨一看就是一个 team 的，多好，包起来，谢谢姐啊，谢谢姐啊，谢谢谢谢。走走走，回家。回家了，哎、回家走走走，好，第一次来做客啊，你拿着鞋啊，好，哎呀，这雪琴也会贵式服务，哎呦天哪，雪琴也会得这景了，哎呀，现在腰最近腰好点了，能蹲下了，没带啥正经礼物啊，就带点齐齐哈尔烤肉，哎呀呀呀，因为当毛毛面前聊齐齐哈尔烤肉，我是不是有点，你俩那什么 PK 一下呗，就那用吗？那我完我等吃，把你当评委啊，我给你俩当评委，你俩 PK 一下子。除了肉之外，然后这个是不得送礼吗？这啥呀？对，一个手办，这是你，对，但是还没上线呢。哦，对，这是一个模型，绝版的木板送给你们了。这个真好看，坐坐坐，请坐，谢谢。哎呀，其实雪琴是不是今天有点手剥荔枝？平常不这样吧？
我平时不这样吗？对你、啊、这样这样。哎，那你那个就是舞台的风格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就一开始你就整成那样式的？哪像你说的那样式的吗？挺烫的，台上吗？新刺挠？对对，新刺挠、啊。关键就是上台那次，就是所谓他们总说第一次上台，那是一个误打误撞，就是没分给我包子、嗯，我生气了，然后出去喝了点小酒。这个过程其实不重要，关键是一个女孩在那化妆，你也不知道哪根筋抽了，就突发奇想，我说你把你那玩意借我，我50-50。一下子就你瞬间找着感觉了，就我发现好像是一种在剧情里边，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误打误撞出来这么个形式。那龙哥那个眼神很厉害，我之前跟他学过，没学会。那个特别媚的那个。现在完了。你能来来来，你看啊，眼睛先不睁，眼先不睁，对，就是眼。完了，我也不会。就是。类似于吧，也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就得媚的那种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前两天还是跟那什么聊呢，我说今年状态又不一样了。比如说有些歌曲表达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我不太愿意睁眼睛了。闭眼唱啊？也不是闭眼睛，就是眯眼唱。那不难受吗？哎呀，那电影。龙哥要搞电影了，龙哥。去年最尴尬的一件事就这个啊。杨、龙导演的《疯狂的外星人》低于120票暂停播映。我从头到尾没有看清楚这个导演究竟想表达些什么。我某种意义上理解他好，这就是事实。就是想拍个电影，自己拍电影，然后开始18年开始写本子，写个乱七八糟，让人一通臭骂。那现在进行到哪个阶段了呢？哎呀。谢谢你帮我救宣传，现在进入最关键的阶段，找钱啊，找钱了开始。所以我也想好了，可能就把它变成非常低成本去做，就找自己朋友呗，去寻头吧，去寻头点。哎，他你就往别人身上赖，你说？我可以，我可以啊。雪琴认识可多大哥了，啊，这我大哥，我这是最大大哥。雪琴现在哎，来的路上还想，雪琴是不是估计都得文艺圈里半壁江山都认识了？我就认你，你傻了，来，我就认你俩。没有，但我真的可以，你让我演一个嘛。你缺女主角不？都看不上我。犹豫了，不是，我带资进组都不行。不是，龙哥，带资进组都不行，自己掏钱演。哥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太突然了，你这个话题。哦，那行吧，那就没寻思过，压根儿没考虑过。不是，我是没到演员的步呢，因为我是学他们。没缘了，没缘了。好像苗不回来了，有点好。没缘了，那这次我也不带了，我就看看吧，到时候买上电影票得了。支持一下。本来还寻思说投点，完了我也能演一演，那算了吧。毛毛，你们爱看电影吗？我还行，我也还凑合、哦。就我俩也不是那种会去电影节的，那么文艺，那么文艺。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他们都以为好像梁龙就应该拍文艺片，没有。我看文艺片看不进去，都好多。小声也能听见，大声也能听见啊。你最看不进去哪个？对啊，最看不进去啊。就可熟人说也行，这样得罪白。我只能说耿导。雪琴说的是耿军导演的，代表作是什么呀？东北虎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就想到的是这。哎呀，太棒！不行，能看。哎呀，那可成宿看，雪琴跟我说的，哎、太喜欢了、就是看不懂，反正。我最近啊，一个礼拜之内吧，有三个人。跟我同时推荐了你一个人。哦，谁呀、啊？对，我咽回去了。那结果你去了吗？都没去。没去。我到见他我就怂了。他就是那种，你看着大咧咧啥都行吧，我一到真章就还是完蛋，怂完蛋、嗯。非常羞涩，特别羞涩的一个。这咱仨挺像的，我也是。我是挺羞涩的，真的。你还行吧。我就这两年偶尔去录点节目哈，今天手啊，我就这样似的，就出汗，不知道该干啥，你也不知道该跟人说啥。我也不行，但我现在可能还强点。这次你确实好多了，我好多了。东北虎他不喜欢，非得再来一遍，让你剪都剪不掉，忽然出来。哥，没事没事，行不行？该损就损。